晚上好，有劳各位这么晚还在等候啊，谢谢你们。今天下午啊，我在北京呢，已经和来自香港的记者见了面，也谈了一些想法。那么应特区政府的邀请啊，我和张荣顺副主任、洪威副主任连夜赶到香港来，这来的目的呢，就是想明天呀，向香港各界的人士介绍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决定的一些内容和考虑，抓住这个机会呢，和香港各界人士进行沟通和交流，因为大家都特别关心香港的政改问题，特别是普选问题。我想这个宝贵的机会，也是希望呢，能够请香港各界，能够对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能够有更深的理解。因为时间太晚了，谢谢你们啊！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明天下午在政府总部吧。还专门有一场记者会，好吧，到时候我们还可以见面。希望的沟通效果能够达到。我还没。达到什么样的沟通效果呢？你觉得其实？就是互相多能够多沟通，互相能够多理解，好吧？好，谢谢。好，好，再见。他的表情让我很。